不会像昨天那样吧？就是播到一半，给你突然就是来一个什么停顿之类的。声音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就是不会被游戏声音盖过。如果有的话，跟我讲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昨天玩到哪里啊？我们昨天清完下水道之后就结束了嘛，对不对？不知道该怎么讲啊？怎么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一个叫载具战斗凤凰号只好开火力眼睛人呢、欸？哦，不只好开火力眼睛人，莫名其妙有 BOSS 战 ？What？ 好哦。打 BOSS 的概念。先打再说啊！疯狂麦斯，针对弱点攻击可以更快的除掉它。领头车启用旋转机枪时会暴露弱点。如果你已经拥有爆破能力，使用爆破滑鼠二。滑鼠二，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大哥。嗯哼。怎么这么多这种白痴车子啊？滚啊！哇哦！我觉得我的车会爆哎、欸。我不后怕，太远打不到伤害。妈，撞他！我车要爆了！我觉得我要打输了。撑住，撑住！Fuck you！ 快点，快点，快！追车啊！快点，你的凝神快一点！我要跟丢了，他去哪里了？我子弹也快用完了、欸。我看到还在那里，动作非常的缓慢。但我没有子弹啦、啊。侧撞。弹药又尽，哦！
我怎么觉得为了拿汽车零件这么的辛苦啊？我的天哪、啊！给他吃加农炮，我是有买那些装备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装备我不会，我用不出来啊。我觉得这游戏蛮难的。你的车子能不能切换其他武器哦？我有买啊，但是我按 Q， 它这些武器没有显示出来啊，是因为我没有去装备吗？我没有去强化是不是？载具强化，我们再看一次，检视升级。哦，我们没有解锁啊，难怪啊。我们终于可以解锁了。我们有导弹了，啊、哦！而且刚刚也不够钱，我们刚刚那个零件好像只有一个，然后刚刚打了15个出来吧，是不是？哦、我们现在才有啊。是怪物。看晃成这样子，有点扯。觉得他某一些技能的操作上没有这么的直观呢，应该是说反人类操作啊。这个按钮像是我要施展 Ctrl 加 F 那一招粉碎，我就按的不是很顺手。我觉得。啊，肉搏啊，干什么？我要跳起来，小拇指赶快切砍错加 F。妈，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一直讲我吃风，你直接喷出来？我靠，这边好黑，这里怎么那么黑？把它做那么黑干什么？老头学长，你还会继续玩创世神模组吗？我已经很久没有玩那个东西了，超级久没有玩了。现在说不会也不见得吧。对啊，就以后吧。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就会玩了，没有错。天时地利人和，老头变强的秘密就是睡前敲敲十次。哎呀，你好像很了解我，你是不是偷偷在我家附近装摄影机偷看我这样子？嗯，好像有点，我的隐私被你发现了，完蛋了，觉得。都这么坦然相见了，嗯，什么东西啊？绳索，意思是我可以等下从那边荡回来，是不是？指纹辨识，会不会要拿谁的手去按啊？该不会 BOSS 要来了吧？应该会哦。那一只，那个什么，这一只这个外形感觉就像是有 BOSS 在啊！你自己看，有没有？废景亚巴顿粉碎者，巨型生物哎、欸！我们要去打一只巨型生物哎、
那我梯子啊，捡个捡个，这边居然有梯子，我该走哪里呢？我先去这边看一下好了，这边也有梯子，感觉已经是岔路了哦。 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吊灯？我走那个下面看一下好了。哎，西维亚，安安早啊！啊，身体有没有好一点？保重嘞，西维亚。原亮色。你为什么一讲到原亮色，我就突然想到玩宝可梦那种悲剧的？哎，好难过，为什么我总是找到色围都是绿色的呢？ 天生被绿的粪，走路好像大便。你说踩到大便的声音吗？呸呸呸呸呸呸！稍微好一点的，喷药有暂时压下来，多喝一点温水吧。啊，保养一下你的气那个支气管。Hello， 哎，拍谁打扰了？哎、欸、，Oh my God！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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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操，这也太大只了吧！这个！开始！啊呜！哎，西朗哦 ！Oh my god！ 买了，买啊，大林！ 哇，原来鼻屎是从那里来的、啊。他们哦，他有血量哦，那还好，可以。右上角血量，结束了。 不过就是一直反复这样子，好啦，就多保重啊。亚巴顿变种人，占地为王，这种大型亚巴顿变种人脑袋开始太开窍了，啊，就变聪明了是吗？意思说他们以前很笨是吧？ 我突然觉得像恶魔那个恶灵古堡似的那个巨人，还蛮像的。鼻死亡，这是什么怪物？好棒哦！要到，而且脸上怎么会有一和我的老头加油？好，加油！<笑> 加油！加油呢！啊，所以生命腺体，变种人的生命腺体，给异之博士。我记得我好像有很多这个，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异之博士呢？异之博士在哪里啊？ 哇，我们少一个宝箱哎、欸！少一个宝箱，算了。哪边在枪战啊？欸，这我的车吗？我车怎么突然被炸成这样子？ 好，反正我已经打完了，结束，离开这里吧。嗯，只是少拿一个宝箱了，没差了。
无所谓啦。OK，三个悬赏都解完了吧？我看一下任务应该从哪里看哦。任务的部分这边解完了，哎，悬赏哪边看啊？我还不知道哪里看欸，不是你。应该是说，我们如果选择任务的时候，它的作用中应该会掺杂支线任务在一起吧？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知道我的悬赏是怎样。算了，我直接冲回去了。翼下博士。恶灵古堡表示我没这么肥。这我们刚刚探索过了，悬赏任务，这个又是哑巴盾，又是那个大只佬。这边逛完了，我觉得呢，我应该去别的主线任务了。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是要让你每一个都先跑过一遍之后，有没有？然后呢，才会有另外一个主线。哦，像我们刚刚那个下水道任务，上一集已经解完了嘛。哦，那悬赏我就暂时不理他了，烦死了。Stop right there, shit stain. I'm looking for the mayor of Wellspring. 就是东尼。Now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but at the wrong time. 赫格镇长其他的员工现在闭门不出，Whatever your business. 不管有什么事之后再说，改天再来，或者干脆别来。Why? Something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不让我见面。我也不打算让任何事情发生，任何人都不准进出。镇长要忙很多事情，根本轮不到你这条杂鱼。As I said, 哇！入侵者！把你们打完，我应该可以进来了吧？哎，一言不合查水表，没有，这不是我弄的啊，这是其他的那个外面的流浪者搞的鬼啊！我只是刚好顺势进来，哇！哦，想杀我啊？哎，我们是同类啊，大哥。他是这边的镇长啊，47岁哎，敌手计划的重要人物，收集情报。我们是敌手计划的人呐、啊，不要杀我哦！普劳利已经死了。他留了全像投影，我怎么觉得这女人没在看我？她是眼睛脱窗吧，一边看右边，一边看前面这样。她的眼神没有聚焦在我身上啊。Ranger, let's take these fuckers out, then we'll talk. Let them talk. What's the situation down there? Say, they gunned down your people, I gunned down them.Maybe you will prove useful to me after all. 我不知道怎么，有点莫名觉得蛮好笑的。Steady now. Once the door opens, they're walking into a fucking blender. Like fish in a barrel.哦，surprise！
呜！马上爆头。You got the skill for the kill, I grant you. These goons are thoroughly dead. Not what I expected from your. 有没有很强啊？是不是大吃一惊啊？ You ready to talk now? Yeah, let's talk. 我们就这样谈正事吧。Wanna tell me what's going on here? Dagger was designed to stop the authorities. 老头，你要报仇几次啊？不知道哎。Fell by the wayside when Vineland cut ties with us. I'm more than willing to reboot the project, but as you can see, I have more pressing matters. I can see that. Who are these guys? Hired thugs. 佣兵。The Goon Squad. Small-time. 打手组，小型土匪团。Only one scumbag with balls enough to pull a stunt like this. 克雷格，克莱顿。Richest asshole in town. He's been eyeing the mayor seat for a while, but lately he's been upping his game. Using bribed officials, he's laid claim to all of the city's military hardware. 这个又是谁啊？ Including the vital parts needed for Dagger. So I kill him and take back the hardware. 把他砸了，把装备抢回来。We gotta proceed with some caution here. First, I want to know where he gets his backing from. Second, we need to find out where he keeps all of that property. You got a plan? He's got an ego the size of an eco pod, but we can use that. If you get close to him, pay him lip service, get his trust. 接近他，吹捧一下，只要让他信任你。我要当卧底哦。All of his juicy data: who's backing him, who's supplying the goon squad, and where he keeps the seized supplies. 谁在资助这些山贼呢？ The rich and famous. They hang out at his so-called winners lounge. 多金名流。And you're well on your way to get. 现在是要我想办法混进去就对了。Excellent. Grab the gizmo. Get into Clegg's. 取得后门装置。哇，他说有个叫那个什么克雷什么的什么盾的，然后在暗中想要占领这个城镇，然后我们要查到底是谁在资助这一帮人。可是我觉得啦，资助这帮人，我觉得一定又是跟那个将军有关系啊，啊，不然还会有谁啊？那到底还会有谁资助那一帮人？刚突袭我们的那些人，何温拿修行室保镖交易，好，我们可以走了。钱先生他说妹子。哎，张七七安安，好久不见了。江义千安安你好。养车那一辆车，温拿休息室，休息了变温拿。嗯，哦，看到了，是你吗？不是，爆破硬汉。好奇怪的名字啊！爆破硬汉。Stands to wonder how they plan to deal with the mutant crusher out there. Sackhead the pain. 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无间道任务了。在干嘛？打架？休息室只欢迎有钱的赌鬼，你没钱。休息室哪是干嘛的、啊？You ain't got the juice to get past the rope. 为什么？ I'm a ranger. 我是游击兵。I don't give a fuck. No one gets in here who isn't rich or famous. You're neither. Come on, there's gotta be. 温拿休息室。Sure. You can get in by winning. 赢几场比赛就可以进去了。Bash TV and win the Chaz Car Derby. Become a champ. 拿下这两种比赛冠军。That all? Yep. 来呀。You make yourself a champ.当上冠军就能大摇大摆进去当老大，所以说我们要在变种人暴击秀闯出名声，我们必须要完成这两样任务，我才可以进去。哇塞，这家伙该不会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吧？一脸就是很臃肿的样子啊！哦，在这里啊！Be careful！ 来喽！哇，哎呦！
Oh, mes amis, look here! What a dashing rogue the city has sent our way this evening. You, yes, you, stranger. Have you come to join us? Say it is so. Say you've wandered here from off the dark city streets and into this boudoir. 这个主持人让我有点不舒服。To join our little game, because you have a hunger in your eyes. 这叫什么？赛迪蒙雅哦。旁边这两个随众也是怪怪的。Do tell me, is it a hunger for the promises of the? 他抽烟用那个烤肉叉呢？A thirst, perhaps, for the reddest. Oh yes, of wines. 哇塞 ！Or maybe the insatiable hunger of the true connoisseur, the lust to kill. You have it, the promise of greatness.Allow us to sate your hunger for the kill, handsome. And sign here on the line. 我签我签，你只要不要对我做什么，我都签好不好 ？Oh my gosh！ 我怕了。哎、欸。And now, sweet young. 展开我的剧情之路，我连合约都不看我就签了，你知道吗？Kill for Desdemonia. 啊，很行哦。My eyes. Ah, my dear, you are born to kill. 天生的杀手。Kill one for Desdemonia. 只有我非常在意他这个很高尚的抽烟方式吗？哦，然后这是他的两个，像是你也知道的，啊，小跟班，有没有？这是真人实境秀，你有两台摄影机正在照着这样子。哇塞，什么哪里的人啊？长这样子，进入变种人暴击秀竞技场，在变种人的猛烈攻击下保住性命，尽可能用最小、最快又最娱乐效果的方式杀死这些变种人，才可以获得高分。哦，就是像我们现在直播有没有？我们还要假装很嗨这样子，太累了。好啦，算了，直接打了。第一次来吗？对，我第一次来，不好意思啊。我们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嗯？轰炸全世界！哦，这是阅读，选择你要的挑战，选择之后走这里。哦。哟。赶快双击六六六，双击六六六。啊。双击六六六。单人票，血流成河大屠杀。哦，直接还可以换取代币啊！总共要几回合啊？
我现在才完成四分之一而已耶，哦，下一个区域这样子啊。哦，这里是精神病院吗？怎么一堆神经病？应该也算是一堆神经病吧，我真的也看不懂他们在干嘛耶。第二区，我开始有这个电流击击棒这样。这么凶啊！没子弹了。光了。麻烦家伙。他这边后面这边都不会给子弹的，子弹用完就是用完了。而且这地上的钱吸不起来，还要自己捡，这么穷，这么可悲，还要自己捡装，自己捡钱这样子。哎，安安你好，安娜安安，要用近战才会有暴力击杀，跟死神免费游戏一样。哎，好像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一款是什么哎，那款我好像有在 PS4 上面有看到，好像最近好像出 Steam 版本了，是不是？不能打掉啊！生命注射器，哎，哦，这边会送一波子弹给你啊，还是要省着用啊。花园暴力派对。哇，这下面，哈哈哈哈！Oh my god！ 哇，泼猴！那个在旋转也太好笑了吧！那我会不会碰到我就直接被秒杀啊？还在转呢，中他，哈哈哈哈，爆了，腰薄了。哪里啊？屁股开花！什么什么炸弹客？这里的、啊。
哦，打完了，继续捡钱。欸，如果现在 A 小跳就会怎样？哈哈哈！死掉有没有？啊，不要了，我们还是认真一点啊、喔，不然等一下顾不了，麻烦了，要重打真的会，重打真的会心很累啊。这是什么？续滩突击区。哇！我觉得他开超负载真的是。会闪瞎别人的狗眼呢、欸？你们会觉得很亮吗？有没有那个选项是可以把超负载的那个特效给关掉啊？应该不是只有我看的不舒服吧？啊！看什么东西？真的好想把那特效关了啊，应该可以吧？我是因为萤幕比较大的关系啦。原来这边有一只大只的、啊。哦，这家伙根本没显示血量啊！我、哦、拿太多了吧？一千多哎、欸！我的老天鹅啊！他还配我的老天鹅！我的老天鹅啊！